bus. Hi. 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壮壮，壮壮，快起来跟我们出去玩吧。壮壮，你怎么了？是生病了吗？我不想出去，外面天气太冷了。万一感冒了，我就吃不了甜甜圈了。壮壮，如果想要不感冒，躲在被窝里可不行哦。那我要怎么做才不会感冒呢？跟着我们这样做，就可以预防感冒哦。习惯哦，跟我这样做，预防感冒。每天早早的起床，晒一晒太阳，精神好，早睡早起，身体真健康。跟着我这样做，健康的好习惯。跟着我这样做，预防感冒。每天三餐按时吃，蔬菜和水果，营养好，不挑食，身体真健康。玩沙子要洗手，玩玩玩具要洗手，小手藏细菌。外出回家要洗手，上完厕所要洗手，吃东西前要洗手，小手藏细菌。小手脏兮兮，细菌真开心。去洗手吧。摸摸肥皂搓泡泡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搓，到处搓一搓。打开水龙头冲一冲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冲，到处冲一冲。小手洗干净，细菌很伤心。拿起毛巾擦一擦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
左手右手都要擦，到处擦一擦，细菌在煎辣。一定要常常洗手，才可以赶走坏细菌哦。吃东西前洗手。小夫，系好沙袋哦。我来了。孩子们，要开饭了，快去洗手吧。一定要洗干净。琪琪，你怎么没有洗手呀？我好饿，先吃饭要紧。是因为细菌跑到肚子里了，吃了药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琪琪，一定是你用脏手抓东西吃才会肚子疼的。才不是呢。小脏手上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，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偷偷跑到肚子里捣蛋了。细菌跑到我肚子里捣蛋。对呀，这就叫病从口入，所以吃东西之前一定要记得洗手哦。可恶的细菌，妙妙，我要找嘟嘟。找嘟嘟干嘛？我要找细菌算账。好吧。宝宝巴士嘟嘟嘟，小小魔盒闪亮亮。噔噔噔。我来了，嘟嘟，我要找细菌理论。可是细菌太小了，嘟嘟，能把细菌变大点吗？这个嘛，有办法。哇，是不是你们的小伙伴跑到了琪琪肚子里去了？是呀，谁让琪琪的手那么脏？可恶，你们害我肚子疼。我要让阳光来打败你们。啊，好暖和。好热好晕啊。我需要冰块。对，冰块。我要把你们变成冰块。哇，冰冰凉凉的，好舒服啊。冷死了。琪琪，你去洗手啦。是呀，香皂的泡泡可以打败细菌哦。不用了。原来你们怕这个。我要去洗手。琪琪妙妙，快来吃点心吧。哇，点心！小朋友们，吃点心的时间到了，和我一起洗手吧。搓搓搓，搓手心，搓搓搓。
手背，换只手再搓搓，冲冲冲，冲冲手，冲冲冲，冲干净。一二三，擦干手。洗干净了。小朋友们，吃东西前记得洗手哦，你们记住了吗？我是琪琪，我是喵喵。小朋友，你们喜欢吃汉堡吗？你们知道汉堡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宝宝巴士变变变，汉堡小厨师。琪琪妙妙做了美味的汉堡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好耶！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是妙妙。今天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闻起来好香哦！谢谢，今天店里好多客人，好忙啊！爸爸让我也来帮忙。喵喵，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叔叔吧。好呀，好呀！宝宝巴士变变变，面馆小厨师。琪琪、妙妙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谢谢你们啦！不客气。哇，今天琪琪妙妙帮助了小狐一家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
小福变成大汉堡。企鹅小福最喜欢吃鱼排汉堡，他每天都要吃。要是企鹅爸爸不让他吃，他就会撅着嘴生气地说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吃鱼排汉堡，我就要吃鱼排汉堡。小福最不喜欢吃蔬菜，不管是什么蔬菜他都不肯吃。要是企鹅爸爸要他吃蔬菜，他就会拍着肚子生气地说，我不管，我不吃蔬菜，我就不吃蔬菜。小福只吃鱼排汉堡，不吃蔬菜。慢慢的，肚子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就像一个大汉堡。而且小福身上真还有一股浓浓的汉堡味儿呢。今天小福走在路上，一只狐狸走过来，流着口水对小福说，好大好香的汉堡啊，快让我咬一口吧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汉堡。小福看到狐狸张大了嘴巴，害怕极了，转身跑走了。停下停下，大汉堡快停下。狐狸紧紧地追着小福，小福跑得更快了。他跑啊跑啊，拼命地跑，遇到一只大棕熊。棕熊棕熊，快帮帮我吧，后面有一只狐狸想吃我。棕熊看着圆滚滚的小福说，哇，好大好香的汉堡啊，淋上蜂蜜肯定好吃。棕熊转身去拿他的蜂蜜罐子。小福听到这话更加害怕了，又赶紧跑起来，棕熊也追了上来。停下停下，大汉堡快停下。狐狸、棕熊紧紧地追着小福，小福跑得更快更快了。他跑啊跑啊，拼命地跑，遇到一群小狗。小狗小狗，快帮帮我吧，后面有一只狐狸一只棕熊想吃我。小狗队长靠近小福闻了闻，哇，好大好香的汉堡啊，足够我们一起分享了。小狗们全都围上来挤成一团。这下小福更加害怕了，飞快地跑了起来。小狗们也追了上来。停下停下，大汉堡快停下。狐狸、棕熊还有小狗们紧紧地追着小福，小福跑得更快更快更快了。他跑啊跑啊，拼命地跑，遇到了琪琪。琪琪琪琪，快帮帮我吧，后面有一只狐狸一只棕熊还有一大群小狗想吃我。琪琪差点也没认出小福，因为呀，现在的小福圆滚滚胖嘟嘟的，身上全都是汉堡的味道，实在是太像一个汉堡了。别着急，小福，小福，你身上的汉堡味道太重了，需要多吃点蔬菜。琪琪带小福躲进了小吃街的沙拉店，点了一份蔬菜沙拉。小福不想吃蔬菜，可是他看到狐狸、棕熊和小狗们已经追到了小吃街，就赶紧吃了一口蔬菜沙拉。这时候，
狐狸、棕熊和小狗们在小吃街转了一圈，走开了。小福开心地说：“哇，琪琪，他们找不到我了。”小福啊呜啊呜，把蔬菜沙拉全都吃完了，身上的汉堡味道也消失了。好清新的香味儿，没想到蔬菜也挺好吃的嘛。那当然。晚上，小福回到家，他告诉爸爸，晚餐不想吃鱼排汉堡了，他想尝一尝鱼香茄子的味道。叫大家来吃饭吧，开饭喽！好，哇，好丰盛啊！大家多吃点哦。乐乐，你要吃蔬菜哦。我不喜欢吃蔬菜。要吃蔬菜，身体才会健康哦。对啊，我最喜欢吃蔬菜了。大家一起来来吃饭。我最喜欢吃蔬菜，红萝卜，红萝卜。我想要吃花椰菜。大家一起来来吃饭。我最喜欢吃蔬菜，花椰菜，花椰菜。yummy yummy yummy yummy， 大口吃，多吃蔬菜，健康长大。大家一起来来吃饭。我最喜欢吃。我们每人一个吧。六个美味的棒棒糖，黄色、白色、粉红色，还有七彩色的棒棒糖。好朋友们一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喜欢棒棒糖，
六根美味的棒棒糖，圆形、方形、三角形，还有爱心形的棒棒糖。好朋友们一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大家都喜欢棒棒糖。六根美味的棒棒糖，柠檬、牛奶、草莓味，还有巧克力味的棒棒糖。好朋友们一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大家都喜欢棒棒糖。棒棒糖真好吃，谢谢琪琪。不客气，和好朋友一起吃棒棒糖更好吃。我们都是好朋友。